一群纳吉支持者发起停止迫害纳吉集会。后来才发现参与者竟然是无辜的洪水灾民。发动这个词汇的大马领袖之友协会于本周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该组织将要求结束对纳吉的迫害，并恢复他的权利。然而，集会刚结束，几张照片就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现场举着写有停止迫害纳吉、逮捕杰蒂、释放纳吉和我们不要州选举、我们要大选等字样的海报。举着有关海报的人士竟然出现华裔乐龄人士的面孔，这显然与该协会年轻号召者存在明显差异。随后社交媒体再次流传，指控这些人实际上是洪水受害者，但被诱骗参加停止迫害纳吉集会。一名推特用户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份关于提成备忘录给纳吉和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活动海报，并写道，有家长在学校群里分享这个海报，实际上有很多人为了获得水灾援助而赴会，结果变成高喊拯救纳吉的口号。他们也太疯狂了，可怜那些水灾灾民。然而代表该区的非政府组织澄清说，他们只是碰巧在同一场合提交了备忘录。其中太子园25区泛商工会主席西华古马在接受网媒当今大马访问时指出，他们带领受害者到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提交备忘录，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帮助。没想到大马领袖之友协会也在那里举行集会。他指出，该组织负责人未分辨在场者的身份就分派大字报给他们，尽管来自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分字报时也分给水灾灾里，也不懂谁是灾里。西华古马也称，他的组织号召太子园灾里到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旨在表达他们受到灾难影响，且未获得足够援助。但他也直言，他们本来是打算通过大马领袖之友移交备忘录给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再由后者向政府传达诉求。我们一步入世界贸易中心时就已引起混淆，我们要透过大马领袖之友提成备忘录，我们也要纳吉通过首相增加给水灾灾离的援助。西华古马也说，他们所成交的备忘录的诉求包括呼吁提升防灾基础建设、增加小商家的资金援助和贷款，以及灾民的援助金数额与免息贷款。另一方面，大马领袖之友主席赛义莫哈默则指出，所谓灾民受骗赴会的课题已遭到曲解，并称任何活动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非政府组织领袖是本着一片好意替水灾灾离说话，只是遭到了误解。他也证实，西华古马等人到场纯粹是为了提成备忘录，而他们不曾承诺分派援助或金钱。西蒙又在柔州选举为了竞选旗帜仪式闹出分歧。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在党基层经历马六甲州选举后，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柔佛州选举中使用公正党标志出战。然而他在今天主持西蒙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后表示，该党将在未来两天内决定使用哪个标志，因为西蒙的盟友希望利用该联盟标志进行出战。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基层倾向于使用公正党标志，但其他各方认为应该使用西蒙标志，所以我们将在两天内做出决定。
安华还表示，西蒙将在柔佛州选举中角逐全部56个席位，席位分配将由柔佛州的西蒙决定，稍后会向西蒙总部汇报。他指出，该联盟将与祖国斗争党、明星党与民主联盟党等在野党合作，在州选举中与国阵和国盟抗衡。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但在打击腐败和滥用职权，以及为柔佛州带来改变方面，都处于相同的立场。另一方面，西蒙最高中央理事会在会议后发布的文告中，呼吁选举委员会在柔佛州选举中提供21天的竞选时间，并允许政党举行政治讲座和候选人公开向选民拜票。他们也希望该会公平分配各政党在各个媒体的宣传时间，并调动人员在各个我国驻外大使馆监督邮寄选票工作。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地方流行病阶段，加上 80% 的完整疫苗接种率，我们希望选委会能修正柔州选举的相关标准作业程序。该联盟也批评州政府解散州议会，就是为了逼迫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解散国会并举行大选，并认为当局在人民经历疫情和水灾之际这么做有劳民伤财之嫌。大马男单一哥李子嘉已就于总部帮他报名参赛2年一事提出上诉。大马羽总今日发布文告证实此事，并指出近期李子嘉有关事件已对羽球圈及大马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羽总称，他们充分意识到此事件所激起的愤怒和沮丧，也完全理解他们对总会的失望。这种情况极具挑战性，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包括政治人物和国际球员。我们感谢所有针对我们的评论主批评和所有反馈，我们将关注马来西亚同胞所表达的情绪。不过，大马羽总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机构，羽总有一套必须遵循的既定流程和程序。羽总委员会采取行动，是基于这些官方程序以及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但是，羽总强调，该决定并非没有上诉途径。青年及体育部长拿督斯里阿莫法伊扎已经成功会见李子嘉。法伊扎今日在布城青体部办公室会见李子嘉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但是法伊扎并没有公布如何解决李子嘉与大马羽总之间矛盾的方法。法伊扎说，会晤目的是他要亲自听到李子嘉对于被羽总禁赛2年的看法，今天有机会见到李子嘉，亲耳听听他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子嘉热爱羽球精神和对国羽的执着依然坚定。他说，只要我们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意见一致，大马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然而，他说，在与大马羽总会面之前，他就分享解决双方矛盾的建议并不恰当。